没有关系，那很正常的。哇，这个太猛了，漂亮哦！没问题，可以，我帮你把眼睛。这里是哪里？哇，好酷哦！ 钢霸，钢霸就是台中石钢，就石钢的嘴巴，叫我们来看。那就交给你了。啊，那我就一样在旁边做大哥。什么叫做大哥？没有人做大哥。是这样吗？我在旁边。上次我有做大哥的样子给你看吗？我印象深刻，就我在那里劈柴啊，然后地板已经湿了，然后我看李仁哥在屋顶下还没有劈到屋顶，是不是？ 是吧？哎，我记错了吗？不是，我记错了吧？你才是你选的，你还怪我，哇！但是今天我们不知道会干嘛哦。今天不知道是会来什么特别来宾，跟我们一起同甘共苦。 这个耐操的满分，一定要，哼！李仁哥，这不是 Teddy 吗？对 Teddy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什么时候变成水坝管理员？最近转行。哦，最近转行。对呀，因为我看你从人跑过来，应该是有固定那个开水坝的时间。最近在这边。现在休息啊。对，现在休息时间。所以Teddy今天要跟我们一起去冒险吗？对。哇，太酷了，太好了。上次我们来的来宾是佑胜。上次状况，他听说录完之后，他就决定。 他去演戏了，我们的工作居然会比演戏还辛苦。我那边放完我就回去了。哦，你水坝，对，没关系，我帮你找代班了。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？嗯，好，那先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个地方是石钢水坝，附近的话就是东风绿廊道，这是一条非常美的一个自行车道。那建议大家待会先可以简单的逛一下这个水坝的美景。 之后呢，我们就前往我们指定的自行车店，开始你们今天的旅程。就骑车，怎么可能这么简单？那我们先去逛逛嘛。 OK，我们今天轻松吗？对，也是有Teddy，耶！我实在是不敢放下防备心，很久没有踏青。 我们在今天第一个景点石冈水坝，好了，好，这应该知道就是为我们准备的，很明显，这就是我们的，所以我们是要，待会呢，我们就要欣赏那个东风绿廊道的一个风景。那这边我帮你准备了交通工具，有电动车跟自动车，电动的就是用电来那个发电的哈，就自己会走。 自动车就是你要用脚来发电，自己骑的，OK？那这边呢，很简单，前面有一个桶叔叔，只要谁把桶叔叔捧出来的那个人，他就必须要用脚自行车来踩这个绿廊道12公里。就弹出来的是输的，就对了。没错。好，好，今天选一把。对，我绿色。还是有谁要让给李仁哥？李仁看起来比较体弱。这个这句话就太中了，我就根本没必要玩，对不对？ 就是两个就猜拳就好了啊！不要拨给这样子了，我们还是要猜拳，猜拳，猜拳，刀石头布，两手布，好，我最后掌了布，好布，好，我先擦了，就这两刀就解决了，哇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来，第一刀，安全，安全，安全了，还要想都不想，哇，帅哦，果断，下面有，下面有，好，来换。 哇！哎呦，我的，这点帅哦，一个气势，果然顾水顾久了，整个人都不一样，吓一跳，吓一跳。
好了，可以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好可怕！李元哥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我跳起来，呜！有没有试过啊？没有试过啊？没有试过啊？跳起来了！耶！好，耶！所以，我的好朋友吗？做今天的公仔。OK， 所以可娜就今天就必须要脚踩自行车，那其他两位是电动自行车，如果有疑问的话，可以去问里面的张老板。我们去问一下，要骑去哪？可以问一下老板，就沿途12公里有什么好看好玩的？好。哇，好久没骑脚踏车。干爹你好，让我们请问一下吧。这边这么多脚踏车，是不是因为这边有一个步道嘛？对，有东风自行车道。东风自行车步道是不是？嗯。来看一下。这条是行车道，是火车以前火车走的路，然后改成自行车。因为我们会一直这样吗？不会，它只会在路边有一些轨道。OK。然后你们会经过林丹月台，还有新的那个酒坊3D4D4D4。这边一直骑就骑到东势了。对，就会有客家料理。客家料理，听说还不错。哦。所以客家装，所以会有客家料理。那东势很好吃的哦。东势的话，有像灌蛋饼，就是比较有名的。灌蛋饼，你有感觉今天好像哦，对我们比较好一点。其实我很害怕，他对我越好我越害怕。我真的，他只是现在好，因为等一下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会来。然后我们现在出发吗？对，现在出发。要骑多久？骑电动的很快，骑电动大概半小时就40分钟到这里。哇塞！脚踩，脚力。好，还有上下坡吗？现在去都是爬坡，现在去都是爬坡。 回来就是，回来就是下坡，回来就轻松。所以我们的电力够了啊。电力绝对够。我的电力，那你的电力，我的电力我就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，注意安全，好。耶呼，走喽！我就不快乐的欢呼了。不快乐的欢呼。 哎，这时候听到可娜的脚踏声，是咔嚓咔啦发出声响。我在找，真的好像是我膝盖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快，你很好笑。你现在不是最轻的啊，那表示你还可以啊。对啊，我在找那个完美的重量。对，有时候对啦，你坡度没有那么陡，用最轻的也不是挺好的。我们俩好像在讲风凉话，好不好？这样很讨厌。 我们俩在训练一个自行车选手。Come on, you can do it! Come on, go, come on! 还好啦，他有上有下，对啊，有上有下，还行。还蛮舒服的，蛮凉的，没有太阳，对，没有太阳其实就舒服很多。这时候配上噔噔噔噔，可能是自行车选手。嘿嘿，哇，这就是林丹月台。我们也要在这里停吗？还是？你有坐过这种火车吗？ 我坐电梯，我有坐过哎，没有，我有坐过这火车，这种车型，不是坐这一班，就是坐这种以前那种开，哎，这边就是林丹月台，我们下来看一下吧。为什么要叫林丹月台？不知道哎，我选的。问我啦，还有，还要问你啊？问你啊？哦，这个是石冈火车站，哎，30年前的。 都是在那个大雪山木头下来的，它民在民国74年以后不砍木材以后，就起来做个客运。啊，921的时候整个坏掉了，但是30年前，丰原人都会做那个手工艺，钱都还比较还，口袋里的钱就比较多了。小农就跳着担子去卖，很快就把担子里面的东西卖光了。担子已经空空了，叫做林丹月台。 不是考试林丹，也不是IQ林丹。我印象很深刻是，就是以前听小时候听过什么淡水最后一班列车。哎，我国中还高中的时候，就是以前淡水就是淡水捷运站，淡水捷运线以前就是跑这样子的。哦。然后那时候我还很最后一班列车，因为那一班开完就从此不开了，那时候就以后换捷运就是，我还把这个头手都伸出去，我印象很深刻。 我真的整个人伸出去这样子，然后啪，就被师傅打到。
所以以前比如说当兵的时候，不是搭火车什么，就是这种吗？对，就是这种。哦，对。快到了，对不起啊，我撑不住了。林淡少达耶、yeah! 好怪的感觉啊，哇，那名字怪怪，林淡少达。你要问一下 Kitty 想不想，你想要林淡少达吗？不想，我想双蛋。哎、欸，早餐喜欢吃双蛋。我觉得铁道男孩不错，林淡男孩训掉。铁道男孩训掉，铁道男孩。OK， 我们这一集的团主题就叫铁道男孩 ，Go 出发。Go go go！ 又是个下坡。下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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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些幸福啊啊，幸福的时刻。换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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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他会差很多。这个就是好运的好运，对对对，今天晚上好对好运。哎，希望上次我们两个就我直接昏倒，怎么睡而已。上次真的是累到，比如说航楼谁没有去过？有，类似就这样爬阶梯这样子吗？航楼阶梯，我们山上吧，我们爬到哎，等到我们山上800米还是700米？好像八百，要爬八百，对啊，反正就是一直往上爬。从楼梯我都没有办法一次爬完，就是中间要停下来，就类似那种阶梯，那一路爬上去，哇，脚断掉哎，断掉啊，都已经断掉，就是哇，人生很多跑马灯在滚。那个一整天喘。走去看看什么叫3D 彩绘哦。哎，来，我们学他上身的动作拍，猜拳。哎，一个先选，一个看一模一样哦，剪刀石头布，小手布，小手布，来哦。我选一个兔脚。那我当然是选那个，然后等他应该是。这个OK， 妹妹你几岁啊？妹妹，有点变态。可那今天筛选的手气对，不是你好。哪一天我终于猜一模回去，马上买乐透。我觉得。他今天没有停讲录影，他刚刚怎么？我们听讲他是他怎样？是吧？想要双手放开，对对，他一直放手。然后现在又要这样倒立，有难度。不是，因为通常你往上走的话，就算你摔倒的话，你往下就会滚。对，但他自己选择往下，还好，往下真的比较简单。所以我们当游客，我们也在录影来。有没有香蕉皮放那个？你自己小心哦。哇，好。哇这个南非国家公园来的好吃。好，我们现在那个3D 彩绘。好，今天厉害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好强哎。好，那我下班了吗？没有，还有大概15公里。哦，还有15啊，好。还好我不会倒立，不会被这样踢。还好。有没有才艺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OK， 加油，跟他辛苦，厉害，蛮厉害。来开。啊，好想去抓那个摩托车！哦，下坡！哎，
欸，很多人在钓鱼哎。哎，这水干净。哎，早早早！哎，你好！哎，早早早！欢迎欢迎！谢谢！传说中的灌蛋饼，来啊！老板你好！来，老老板，这老老板，你好，爸爸你好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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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叫灌蛋饼？灌蛋饼啊！来来来，等下，你看我家父先做一个给你们看。爸爸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？爸爸从民国52年。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他从军中退下来的时候，没有就在这边做从事这个行业。没有，这抹的是什么东西？这特调的酱料。酱料哦，这饼皮本身就会有味道。对对对。哇，他每做一个都要这样说一次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哇。因为他这个就是安徽式的做法。安徽，爸爸是安徽人。对，爸爸从安徽把这些东西带过来，民国52年。就在这边营业，然后这就是一个面，这就是一个面团，那个面团要灌，还要再灌蛋进去，对对对，哎，先让它先做好，先让它醒一下，醒面一下，醒一下，哎，醒一下的话，在擀面的时候过程很好擀，因为我们有个规矩，就是我们不能够花钱吃东西，嗯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当然很无聊，你就是要遵守它的规，所以我们想说，可能可以帮你一点什么忙，哎。要不然这样子好不好？我等一下有，因为有客人预约单，哎，等一下我请我家父过来帮忙做，啊，你们也进来帮忙做，我家父叫你们怎么做，我要赶着客人预约的，就能边做边玩边吃这样的。哦，好啊，好不好？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当然没问题。好，现在开始上油了。哎，现在上油了。一点点。它蛋什么？等一下再灌。对，它蛋翻过面来有没有？蛮好奇那个蛋怎么灌。它是整个面皮鼓起来。好，再上一点油。哎，放点包。可以，加油。你看现在它慢慢会鼓起来，啊，鼓起来就本里面是中空的嘛，嗯，中空才能入蛋。那上锅炉来说的话，我们像类似像牛排，我们在入蛋的时候，它像牛排这样两份熟，我们就入蛋。好了，准备入蛋了。哦，就打开，下面还有一锅，这个下面是烘锅。哦，这个好费工哦，真的看起来不简单。哇，他就把蛋汁包到那个饼皮里面。对，他是包到饼皮里面，因为煎锅有油分嘛。对对。蛋是海绵嘛，它类似跟海绵，它会吸油。哇。吸油的话，反正说热的时候很香，冷的时候吃会有点油耐味。哦。所以我们用面皮来把蛋跟油隔绝。看这个灌好的蛋了没有？嗯。哎，好像翻面皮。哦。哇，真的可以封起来了。对，把它封好，预热预油，它就会封口。哇，锅子都留下来了，真的好香哦。好来，我们就蛋饼下锅了哈。我现在才下锅。对，因为它这个时间工时比较长。超会搭。哎，下锅炉来说的话，下锅炉的饼熟程度差不多在3分钟。哎，啊，上锅炉的话就在5分钟到7分钟。所以现在放下面是为了把面。烤熟面皮烤熟，蛋也烘熟，把油分再去掉，把油分逼出来，哎，油分逼出来。那我们差不多可以一边打工吗？可以可以，等一下老老板会进来，叫麻烦你们帮我擀几个蛋饼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好。好，你卖饼这样卖几年了？到现在？你做几年烧饼？做几年了？45年。所以你现在80几岁？没有，他90了。哇，95了，真的看不出来。他95岁。对对对，看不出来。哇，你身体好好。对呀对呀，你比他还年轻啊。对呀，每天擀面皮运动。我每天上台唱戏。哎，他教国剧的。教国剧的。哎。我现在还上。哇，帅！哇，厉害，真的。我们先学蛋饼，等一下再跟爸爸学上锅具。好，来来来，等一下你看老老板怎么摔面哈，他这个功夫很绝活。哇，都没有人甩得出跟你的口感的面。这是第二次摔，对，第一次是到这个，第二次一定要这么长，这么长出来的饼啊是一样的。
一样大，都没有错。这个时候开始加，然后再抹点独特的独门酱料，把它们向内的，然后再把它拉啊，再拉一公尺，再拉一公尺，一公尺，一公尺，它就是够合的了。哇，这个真是功夫。嗯，真的，谁要甩一下？可以来试试看。怎么样？这太大了，好，真的，重过来，哎，对，哎，对对对，走风的感觉，等一下就啪，对，等一下你试试看，真的，然后还没有摔到吗？好，来看 Teddy 表演，哦，有，然后。会帅的话，噼噼啪啪的出来，噼噼啪啪，噼啪啪，所以是刚刚北北的那个声音听起来就是一甲子，六十年的声音 ，Teddy 的声音一样是六，哎，这六分钟吗？哎，没有，现在刚开始，让先练习一下，哎，等下手肘的，他可以再赶开嘛，手肘的，哎，就差不多有这个样子出来，风轻一点，风口。遮棉被这样盖起来，盖一层两层。对，就盖。哦，哎，来了，关起来是棉面，这块面新面，重点是摔面，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摔了，这样，哎，折起差不多这样。没有，不会摔，打过打到你哦。没有。哎，有那个味道，哇！太长，哎，不会，正常来说的话，这长度差不多。哦，那哎，再卷起来，哎，在卷的时候没有，不是只有卷，要拉，扯拉，哎，那个筋度啊、面啊，哈，才能整个缓和，层次才能缓和出来。OK， 然后这样卷。对，你就看你的花纹层次，这就是层次哦。哎，可以，哦，出来就是第一，出来就是这样子。哎，好，我们来吧，贝贝，交给我们来，来让他们玩。你一块，要转的快，要慢，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，不好，对，快，快，严哥，你刚刚有看到那个爷爷很轻松的捏吗？你试试看。其实不好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呢。是不是？太慢了，太慢了，你要快一点，要快一点，用扯的。哦，有技巧的，要有你的心啊。啊，原来。拉长吗？啊，拉长就变橡皮筋了。啊，是。稍微展开。这样子拉起来，对，然后哦，有哦，这次声音满意哦，有了，没有关系，这很正常的，那我可以接起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没关系。我之前摔面的时候能摔到，难过，换下一位监视。好空哦，你看这个，来，这蛋饼好了，这个也太空了吧，好想吃哦。来，都有，我很好奇它口感到底。来，对啊，酥脆软绵密，来打开给你们吃啊。好满意啊！好吃啊！有那个杏，有吃到杏，我也没有吧，没有蛋杏味。哦，完全没有。嗯。哪一个是你自己特别？这个我自己做的。这个是自己做的辣油。自己做，真的很好吃，好吃，我已经空了，吃掉了。啊，你吃掉了？我已经吃掉了，早就吃掉了。这里还有，受得了？这里灌蛋，哎，这里还有灌蛋，这有糖酥，糖酥的。没有，谢谢。好香啊！因为这做法很多种啊。本身这个还是每天也都会在帮忙吗？对，他每天都会过来。对啊。
真的、啊。哎，过来就是说，最主要的目的是跟客人互动，哦、因为年龄大了，是年龄大就是说他很多客人三代人了，他从前在这里养了很多小朋友，嗯、很多家小孩就没有钱，嗯，然后我父亲在这里做饼，他说就说。那时候我父亲还没结婚，就说啊，反正请大家吃，边、哦、卖边吃边卖，就把很多小朋友带大，有、嗯、小朋友都看到他，就像自己像爸爸自己的父亲一样，看、嗯、他就舍不得他。嗯，所以我们看这一块蛋饼，其实有爸爸60年来，对，他放了很大的感情在里面。嗯，对，所以这边离那个自行车步道其实蛮近的，对不对？蛮近的，那走路差不多不到10分钟就到。所以很多那个骑自行车，对，他们都会来，骑一骑就会直接过来。包括重机的他们也会。真的要推荐大家，真的对，超级好吃。我们在东势好吃罐蛋饼。好，再讲到这步道，好漂亮哦！真的很推荐大家来这边玩一玩哦。对啊，谢谢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？对，刚刚是不是玩得非常开心？还不错哦。是不是吃得非常饱？好，好 ，OK， 吃得很饱了，对，玩得很开心，够了。先这样 ，OK 吗 ？OK，OK 吗 ？OK， 你们结束了， okay、我们才正要开始哦。是吗？我就说是暖身嘛。对啊，你很暖的，你很暖，你很暖哦。你 warm up 很久了。我根本忘了这件事，别忘记哦。OK， 这是给你们线索。不是在就在自行车行打工吗？在哪里？这里。然后这个下面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啊。这真的太酸了啊！我不知道会这么酸。哇，五只萨克斯，帅哦！小农村生活，夜生活，夜生活，开趴啦！耶，好漂亮哦！花期只有一天，很像外星人的树。捷运我还有坐，但公车我真的很久没坐。那边好像是那个车站是吗？这一栋吗？对对啊，他写的啊，丰原客运东势站。但它看起来像是东势，然后那个台，对，还有后门。然后它是有号码。哎，它有号码。是253。雪山坑。我们去问一下，看是往这个方向。等一下，我要到。253。就是往雪山坑的方向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东势啊。哦，唐龙在哪？在这边。哦。2:40。2:50。哎，再见。现在2:00。2:30。我们还有15分钟。对。好，谢谢哦。谢谢。走，我们现在要上客运哦。哎，你好。大哥你好，司机大哥你好，很荣幸载到你嘞。我要感应一下。我没带，我没给你横龙。横龙啊？哎呀，走吧。哎，我们要坐哪里啊？坐后面吗？还是？坐后面啊，后面比较高。啊，成功上车。哎，走嘞，出发了。好像慢慢进入山间道路的感觉，然后旁边两边都是农作物。你觉得农场有什么事可以做？农场很多事情可以做，摘水果啊。对，摘水果一定的嘛。对，拔草不危险吧？我的意思不危险，拔。像上次我们去之前我们去打猎，其实真的蛮危险，因为那伸手不见五指，然后那个根本没有路，我们是在那种山里面，然后野河床这样，就是干掉的河床这样子，所以你随时会遇到蛇，或者是遇到一些有的没有的那种，谁知道？看一下他现在是什么？
他会讲。恒隆，下车了，下车。恒隆到，怎么会这样？到了。谢谢哦，谢谢问讲，谢谢司机大哥嘛。等我，谢谢你啊。啊，我们下车还要刷吗？要有卡要刷过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怎么忽然到了？我们都不知道。再刷一次。我们赶快下车，赶快下车。刷一下。我要过来就。很大的问题，对于我们主持外景的人来说，这个是最基本的常识。什么时候要下车？我看到了，你看到什么？恒隆啊，我看是你看到没错，但重点你不是说要先到下恒隆才是恒隆？可是因为刚刚我们最后的记忆是大院寺，对，那我们大院寺在、欸、那在大院寺在这里啊，中间跳过两站直接到恒隆。好了，我还好，对对对，好，我要不然跑很远，要不然真的要做到，我们应该要真的错过了，对，哎，对呀，这点可以忘了，太生气，那所以我们现在去哪里？这边看起来好像这个，那个图，还要找这个墙，那里有邻居，哎，大哥你好，大哥一看就人很好，热情。我们节目就是说我们要去那个。我们要去这里，对，我们要去这里，等那一方哦。但是，我们看到你家之后，我们就想问你，我们可以住你家吗？我可以帮你们住，可是已经满了嘞。啊，知道？啊，所以没了，没有了。哦，所以你们是有的，没有预约啊？知道？哦，对。不过我下次吗？下次。不过我亲戚水在一方。对啊，我们就是要找他，找不到他。他有，他上要去工作了。我等一下带你去。好，你带我去。电话给他。OK， 知道。我们可以先看看那个你那种打工换宿的住宿环境。一定要进去啊！可以啊，走。好。来。舒服。我们三个都很会打扫，可以帮你把那个。哦，很好啊，住下来啊。这是我们的公园，哇，这太猛了，好漂亮哦！是要拔草，没问题，没有，可以，我帮你拔两个月，晚上可以看星星，可以看月亮，可以，可以在那边喝咖啡，非常好，嗯。那你们其他那个打工换宿的人在哪里？他去处理花，对，他去弄梨子了，弄梨子，对，梨子，啊，梨子，我们也不一定要睡房间了，其实你这一个角落给我们，沙发我也可以，我就帮你看。对啊，各位满意吗？满意。换万数，满意，就这么决定。好，我现在有去我那个亲戚那个水在一方，好，那边应当还有。老板，有人来找你了。他在山上跟我们有哎，哇，他们俩夫妻啊，哎，你好。我们在录节目，然后我们的主题就是说，我们希望能够去体验不同工作的一些生活，然后可以的话，让我们以打工换宿的方法，可以住宿在你家。可是我看你们那么年轻，然后又那么秀气。农务的工作你们能够做吗？他可以了。我为什么看我？他体力很好，每一个都看到。他刚骑十多公里，他刚骑十多公里都没事，没事。什么叫没事？暖伤暖身完。对。所以你有什么最出众出活的，你就找他就对了。哦，好。对。那我们两个外表取胜。哈哈哈哈哈。所以我们三个是朋友嘛，哈。对，我们是朋友。对。我开始怀疑这件事了。是三个一起要。来以工换宿吗？对啊，还是只有他们两个？没有，其实他们两个可以在罗大哥这，我们可以分开，我可以跟你去，我可以帮你修修花姐。我们的以工换宿的方式也是类似像这种情况，对，所以我还是要说明我们的规则。是，第一个，我们在农场里面工作的话，工作非常辛苦，是，那不能偷懒，像农夫的话，
每天都是在山上工作，早出晚归，工作都非常辛苦。所以在工作当中的话，我们要听从我们的指导，然后吃住我们会提供，但是没有薪水 ，OK 吗 ？OK，OK， 就交换住宿的，交换住宿的哈，对啊，那基本上这样就 OK。我们欢迎年轻人来体验农村的生活。运动敬礼，谢谢罗大哥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开始体验农村生活。好啊，等一下换装啊。好，换装。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以为刚刚行程就差不多结束了啦，结果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。走了，上山。上山了，上山了。这边是国道的附近。整个面积的话，对，一甲左右。一甲。一甲而已。一甲是多少？3000平吗？2970。2970吗？大概3000平。这个是我种的肉桂子，肉桂，这可以直接咬来吃的哦。长老一点的叶子，味道会比较浓一点点。嗯，香哎，而且是甜的，是甜的，有肉桂味。用草生栽培，对不对？草生栽培的话呢，里面会有什么？常常会有什么？长长的蛇，对不对？会怕会有蛇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大家穿雨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那你不会咬穿雨鞋的意思？它比咬不进去，它比较胆小，你只要有动作，那蛇就会跑掉了啦。我们三个人也很胆小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火龙果。接下来就是介绍，这个就是火龙果。对，就是火龙果，而且现在刚好也有红的哦。现在是开花结果套袋的时候。火龙果好不好种？很容易种。很容易种吗？真的吗？但是你要种得很好不容易哦。好，到了啊，到了，到了。这是我们要工作的地方哦。那这一棵是什么果树？我看它的那个果子好特别哦，好像番茄啊，还是好像这个就是甜柿啊。哦，甜柿，甜柿的话哈，我们这个是低海拔种的甜柿，会比较早成熟。对对对，会比较早成熟。草很长对吧？对，草很长。就要靠你们喽。这个都是啊。因为我们用草生栽培了哈，所以说尽量草不要除得那么干净。啊。草比较长的话，土壤比较不容易干掉。土壤上面有什么微生物啦，小虫这些啦，它会分解那个植物的残骸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说除得很干净的话，小动物就会死掉。没地方躲。对，而且比较不容易耐旱。但不过草太多会吸养分，对。可是草吃掉，草会不会走？不会走。我除完以后，它是不是回归大地？然后呢？这些草除完就直接让它在这边施肥了。对，就变成肥料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草的话，它生长的时候会怎样？行光合作用，对不对？有吸收养分，对，制造一些养分，然后回归大地的时候，除了存款还有利息。对不对？对，这样会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我先做示范。整个装备就像这样哦。要穿这样。等一下，这个穿也要穿像这样。比较安全哦。这个还蛮重的。那这个是加油器，这个是那个启动的喇叭，直接接触地面，对，比较危险。所以说这个还是拿起来这样，离地面啊，比较不会旋转。这个尽量不要靠近太接近，我们宁可用手去用刀子割掉。不然你太接近的话，那树皮会被割坏掉。对。啊，筛选了。筛选了。这两步，最后的好，简单来说。不。没关系，我们不太远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。这田氏的话，你套袋的时候就把它套进去，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呢。把它交叉粘起来，用订书机把它钉起来，这样就 OK 了。这样就 OK 了，然后简单吗？OK， 很简单哈。
你们不要定到木枝树枝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用，不要定到树枝哦。没有定到树枝吧？是袋子吧？因为我没有听到开声，应该没有定下去。哦，你觉得我有点居高？我们刚刚是不是有吗？要往这边移？我知道，我这边就抓着你吧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掉的。靠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完了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效率可能要套一百袋，一百袋套不完，可能要套到明年。那我们可以加班。拉断了，我买下。但是我可以分析。叶子不要叮到哈，叶子，叶子也不要叮到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很好套，对不对？我决定换一颗。选择你比较好套的就好了。好，为什么还是会卡到叶子？啊，好累哦！其实，我说我这辈子只有打过一次草，而且是用那种很像那种剃刀的割草机，我没有用过这种割草机。啊，很累，不容易。我来从正面看看我的成，哎呦，弄丢哦。从这次还可以，但是我看罗大哥挺严格的，我觉得他应该对这边应该不太行。要不然我们再割一下好了，再认真一下好了。啊，哦，这辈子第一次锄头。其实这跟刚刚那个擀面很像，然后师傅做就是很简单，对，看起来你自己要做，怎么会这么难啊？套个稻子而已。刚开始说的，我们原住民朋友啊，干一天快的话哦，可以套4000袋。四千袋，我现在套一个我都有问题耶。一秒钟要套。熟能生巧，这样可以吗？还是这样不行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开始，开头进行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开始。好累哦，因为就完全不一样，有没有？我不止除了那边，我连下面、上面都除掉了。看得出来有成果，还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那我想把这一块整个除掉。可以，可以，这都是还是属于我们家的。那你继续做，我先回去准备晚餐。好，谢谢。好好，谢谢。谢谢大嫂，加油，加油。继续。我发现我这手套有点干扰我。好，那我把手套拆掉，戴着手套要笨笨的哈。对。啊，你没有戴手套要注意，不要钉书机钉到自己的手。好，我这个是不会啦。好，应该没有塞到那样去吧。那说不定哦。好。好哦，好，这个做得很好。像我这个袋子啊，它下面一个洞，我要把它钉关吗？还是？哦，不要不要，袋子那个洞是故意留，故意的，给它开口的。这个洞的用意是什么？让它那个通风嘛，不要闷住。因为这个水果成熟的时候，套袋我们也怕，你不能一个一个去拆开再钉回去，对不对？哦，方便看。打开来偷看一下，哎。哦，熟了没熟这样。对对对，这是第一个功能。另外一个功能呢，可能遇到雨天或什么，它会落果。哦。那落果它会从这边掉下来，就不会挂在树上。不行啊，翻起来一下。啊，我的手已经在抖。好嘞，他们怎么去那么久？啊啊！天哪，你们看看什么情形？好嘞，好嘞！我以为这次不用打猎，不用去干嘛干嘛，好像比较轻松。没有，好嘞。啊，我手真的都在抖，举不起来。我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泪水还是汗水，什么是草，什么是头发了啊！哦，这真的太酸了啊！我不知道会这么酸。
因为刚一直盯着嘛，就一鼓作气想把它能够看到什么一个比较大的成果。哦，我觉得晚上我应该可以多吃一碗饭，太热了。当然了，现在在卖炸鸡排吗？卖炸鸡啊，你要不要买一送一？包一个给我看。好，真的会包吗？你看这些那个包乱包的都是我们。对，对呀，乱包真的乱包，都有的很多漏掉没有包的。哦，有没有听到？被写。所以呢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再检查一次，这是初学者一定会遇到的。哦，再用纸袋把它套起来就好了。对，就防虫，然后防鸟，防鸟，防晒。防晒，对，还可以防晒。啊，防晒，不轻松哎，不轻松啊，因为你手跟头一直在往上抬，往上举的。对啊，你到我刚是，我刚刚一直向下，所以我现在没办法往上。脖子就酸了。那你们现在一直向上，等一下你们就没办法向下。后悔，我不想累死。OK， 好累，继续，都是草哎。对啊，好累啊。我呢，我现在手都举不起来。好了。你刚才现在好像天色要下雨的样子，我们准备收工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么好，有没有高兴啊？高兴，好，高兴。不行啊，我还没跳过。想家想很久了，还没跳过，那你自己慢慢到。没，但是要下雨了，我们还是撤吧。我个人就足够了，好，我足小足够了，正好少一根钉子。我今天应该住的不会心虚，我会睡得很安稳。因为我认真很累，对不对？哈，很累，被除草机很累。哎呦，我看到那一桶红色的是什么？洛神花。我露出了自然的微笑了。抱歉，我被抓住了。我要认真数一下，有超过了。嗯，好好喝哦。啊，但真的好好喝哦。今天辛苦吗？辛苦啊，有没有很累？其实我看完李仁哥，我觉得我们算是轻松的。晚上你们还要不要加班？晚上加班，他们两个可以啊。我应该，你看，我的手现在只能举到这边，我应该是不行。好，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哈，先谢谢三位，谢谢罗大哥，对，谢谢大哥，那也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农村的一些工作哈。是，那我们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，耶，太棒了。那等一下我带各位去住的地方，好不好？住的地方，好，然后盥洗完毕以后我们再用餐。哇，我可以体验这个农家菜跟农家的夜生活。夜生活，在夜生活，罗大哥带我体验 ，Go， 走，好，走，走，出发。十倍，好吧，注意哦，厚啊，很厚啊，困难一下了哈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，可以了哈，榻榻米太好了，那你那边睡两个，这边睡一个，好，这样就不会打架了，好，不会打架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我等一下可能先梳洗一下，然后。没关系，谢谢。要切什么跟我讲。好，谢谢。这个都在里面。好 ，OK， 好，什么东西都在里面。你的现金。盖子啦，枕头啦。那喜欢你的现金，这好像是保险箱。哦耶，好耶。好，谢谢。榻榻米很妙哎，我很久没睡榻榻米了。我没有睡过榻榻米。真的吗？我好像也没有睡过榻榻米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一直蛮想睡榻榻米的，想坐下，真的很舒服。我先坐下，坐下去也不想再爬起来。对，坐下去。啊，把我的眼睛，
我先让我躺一下。大哥，这是罗大哥大嫂好手艺吗？哎呦，妈妈！啊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这个是爸爸，这是我爸爸。爸爸你好，妈妈你好。哎，那这个徐总干事，我们林芝乡休闲农业区的徐总干事，哎，他对我。他对我们这个梨枝乡哈贡献非常大，他也是我们产销班的班长哦，然后他做起事情非常的积极，不然是超积极的啊。对对对，像我在除草的时候，他一路看到底啊。就是他有帮，他有认真，对啊，看你有没有标准啊。看到底，还要今天很认真哦。他说你的手会抖嘛，现在还会抖嘛。我现在是可以稍微举到这边了，我现在可以举到这边。对啊，我们来。介绍一下今天的家常菜好不好？真的是家常菜，因为我们没有特别为你们多做什么菜，我们就是平常就是这样吃。平常吃的好丰盛哦。可能他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就是卤路线的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控吧，是控肉，客家控肉，客家控肉。嗯、这一道是蛋吗？真的对，蒸蛋。这是我婆婆的拿手菜，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布丁卵。布丁蛋。布丁的卵，卵就是客家话的蛋。它像布丁一样的，真的哦，小朋友很喜欢。那我们可以，好，我们可以开动吗？大家一起动，耶，开动，谢谢。啊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所以每天这样子的工作量，辛苦一天下来，嗯，真的很累啊，真的很累，真的，真的。吃饭特别有味道，对。所以我们会给一些年轻人来体验农村生活，就这样。嗯，需要，哎，需要。我觉得我甚至相信很多小朋友甚至不知道，比如说火龙果，比如说芭乐，完整的水果它长得是什么样，它怎么长出来的，对，它怎么长出来，因为现在都爸爸妈妈会切好，或者是买现成，对对，可能甚至连完整的一个果树都没有看过，都市的小孩。对，一下笋子，现在笋子应该有皮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超入味。对，哎，不是啊，笋子都被你们吃光了。有啊，对啊，笋子，没有笋子。爸爸现在几岁了？我28年制，啊，能力。数学不好。都80岁。81。现在的老人家都很奇怪，他们越活越年轻。81呢，哦，真的呢。罗爸爸什么才艺都会，真的。哎，那个澳湖是吧？他还有大古镇，哎，活到老学到老，真的。他现在一整天都还可以除草哦，就你这样一整天哦。真的。每整天晚上去澳湖，哇，真的厉害。嗯，我们这个社区什么才艺都有，等一下有萨斯风队，哇，哎，真的有，有，哎，讲的，他平常是街头艺人，没有萨斯风好好听，真的。哇，好热闹哦，哎，这就是那个，农村生活的夜生活，夜生活。开趴啦！哎，我们可以做吗？吉他哦，小城故事可以弹吉他，可以啊。对哦。我们需要歌手，我们需要歌手，好不好？我们需要歌手。
去啊？无，还无法度啊，尽量啊。什么？就是碎花棘番条的哦，漂亮啊、哦！就是它，很难得哦，今天特别多，漂亮啊、哦！它看起来有一种特殊的生命的感觉哦，人家不是地球上的植物的那种感觉，对啊，好特别哦。哇，今天是很充实的一天，真的，非常这种感觉。对，从我们在水坝遇到了那个水坝的管理员之后，就开始丰富的一天了，一直到晚上，我们去学会怎么样栽种这个水果，然后怎么样在农场可以果园可以帮忙，然后吃到了好丰盛的农家菜，然后又听了好有人情味的萨克斯风的这个音乐声，这一切的一切太令人难忘，好像在梦中。然后最后是我们看到这一棵很像外星人的树，它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可以再介绍一次吗？碎花棘盘角，碎花棘盘角，哇，好特别的植物、哦，非常的棒。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踏青的人，是。然后今天这个体验让我非常的感动，够本吗？够本，非常够本。但是听说我们明天好像还有事要做，对不对？对，今天早上我们6:30吃早餐，吃完早餐的话，我们再安排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回民宿休息，赶快回去睡觉，准备迎接明天的挑战，耶、yeah！我是好人，我来熄灯啊，我来，我们一人熄一边，哎呦，老三晚安啊，晚安，晚安，一二三晚安，耶，呜呼，睡觉喽。咖啡豆什么品种？品种啊，品种都差不多啊。其实世界的品种都差不多，种在哪个地方，哦，它的风味就不一样。那个味道会不一样。你每只要一个品种种在不同地方出来的风味大概不一样。哦，那包括你怎么冲泡？啊，对啊，那些不一样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哦，泡水超好。哇塞，农家的女生蛮辛苦的哦。对啊，尤其是客家女生。真的啊，在客家。妈妈，你看啊，她早上一大早起来，洗饭、洗衣服，要到果园里帮忙。对，要帮忙啊。哎，帮果园的工作之外，她有空档时间还要种菜。哇。来吃早餐，来，好，来，大家帮忙，去添饭吧。好吧，够的。啊，不够啊，对不起。这样子太少了。那么少，赶快先让这宝宝盛满。哎，需要啊，帮你们添了。吃饱饱，准备上钩。这棵树光大树，公的母的你知道怎么分吗？公的有角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个就是他吃过的痕迹。他吃这么，这个痕迹感觉很深呢。Dragging my feet around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蜜蜂在弄呢。它是寄生的，它就是吃这个，它吃下去对，树枝的树枝。哦，把它独角仙会吃树皮，对，然后树皮就会有流汁液，然后蜜蜂就会去在旁边吸。它一定会共生啊！那个是什么蜂？蜂，对，我们。
我们要去哪里？现在采梨子，采梨子，我们就要去采梨子。好，教你们我们农民怎么嫁接我们的高阶梨。现在你拿的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花穗，日本进口的梨穗，一公斤啊，1600块，一次性的。哦，这样一次性使用就对了。对，碧海拔的水梨，嫁接在我们的亚热带的这。口来啊，这个就是口来啊，五度上面，它等于说是代理入伍的方式啊。那嫁接的高度呢？大概，这个叫分阶法，20到25公分。是，它这个有特殊的刮刀在刮，它是直接刮下去。哦，这个皮贴在一起。抓的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完美，完美的演出。然后就用这个胶布把它贴起来就好了。要紧密的结合。要紧密的结合，它就会接触，然后两边就重新生长出来。然后开花20到25天一定会开花。这个就是架枝长大的，这边有贴胶，里面的一些。好，那我们要去采梨子吗？好，接下来去采梨子哦。那我们要去摘哪一颗？好，前面在前面，跟我走，走，跟你走。这个就是把那个套子拿起来的样子，成熟的样子啊。等一下我们要采啊，你们各凭本事。其实这个水梨最好吃，就是在450公克到500公克是最好吃，就像那种形状的。我们可以手直接啊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去触摸，可是可以碰，但不要乱转。我先碰一下，我们要剪。哦，有感觉了吧？斜剪到袋子的下面，大概1-2公分的地方，一只手摸着我们的水泥，然后斜剪，很轻松的。你看起来没有很轻松啊？对，很轻松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摸。可以哦，可以哦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就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然后从这边斜斜的剪上去，这很难扶，在这边塞斗，然后用力哦，要用力。刚不是说很轻松？哪有很轻松？你骗一个狗。对啊，被骗了。啊，我会不会是我这只树枝太粗了？不是，你斜剪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哦，这个大小，哎呦，哇，我这个大小很好，哎，漂亮，跟sample是一样的，好，一样大小，用力，用力，哇，你怪物哦，怪物级的，怪物，先测试看看，我准备一起来比吧，很棒，好，这门还蛮大的哦 ，PK 哦 ，PK 哦，可以哦，哎，斜剪。你这个就轻松多了。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好剪？好，开奖，准备开奖，开奖。你那个真的看起来好像比较梨子选美大赛。哇，好大哦，我这也不小。哇，你要中大奖的。一号水梨肯纳来自南非。对，水梨。一号水梨。二号水梨来自台湾。来啊，三号水梨。哇，好大！好，这个都有大概600克，请评审给分。当然是你的最标准500克的这个，这个大小是最好的。不是说他们比较大反的比较好，这个吃起来，这个吃起来是最口感最好的。是哦。恭喜二号水泥小姐，水泥选美冠军。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，谢谢他，谢谢我很辛苦的农夫。开动吗？开动。大口的咬，它连皮一起吃，一点都不违和。里面肉果肉很嫩，它皮其实也是很嫩。这个是我们的农场主人吴松庆吴大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这个活动有一个很好的名字，叫做“下好梨手”。下好梨手，下好梨就熟了。夏天到了，梨就熟了。下好梨手，下好梨手。
我们把已经那个袋子拆掉的这个都摘下去啊，要不然它。它也是一定要摘下哦，三个要同步进行哦，它同步进行哦，嗯，哦，还好我手大，哦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哦，你看我手大哇，真的，摘三个。走，好，接着我们要去哪里呢？接着，要去看瀑布吗？对的，是吗？哎，对，接着会到秘境去，是，看看我们的小小瀑布。所以来罗大哥这边体会这个果园的生活以外，还可以去看这个去，还可以戏个水，对，可以玩水哈，消暑一下，可以玩水。你会发觉说溪水很清澈吗？嗯，对啊，哎，看下去都可以看到底，哦，真的看得到底。这几年我们都有办，就是护溪。这个护溪下去的好处就是，这两年来我们发觉非常多的生态都在这里面，发觉很多的自然的生态在里面。哦，没有人下去看过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们敢下去吗？敢啊！好，只要里长同意啊。哦，里长同意就可以下去了。啊，同意啊，你同意啊？那你们敢不敢啊？哦，来啊！我不敢啊。啊，快点啊！我们跟你报告有多深。哎。要先啊，鳄鱼区那边有点冰哦。啊！哇！哦！两米半。两米半了，哦，好厉害啊！好冷，真的好冷哦。下去就没事。啊，进来就好了，很空荡。对啊，空荡。好冷哦。现在来加点盐巴，匈牙利红椒粉。那抹橄榄油呢，最大的用处就是可以锁住一些水分，让它烤完的时候不要水分都蒸发掉了。现在呢，就可以把它放进烤箱，20到25分钟之间，每个烤箱不太一样，180度就可以吃了。哇！大家工作很辛苦啊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茄子，白色茄子。白色茄子。我意思说，白茄子跟紫色茄子的味道不知道怎么样，大概可以试试看。对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每次吃白茄子。哇哦！哇，所以我们今天吃白茄子的白老鼠喽。哦。爸爸先开动，对，你先开动，先开动。来来，拍拍手。好，开动了，好，开动了，好可爱。调味料就是一个匈牙利红椒粉，好吃哎，对，没错，因为它的皮比较漂亮。等一下，比较扎实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好吃哎，好吃哎，哇，都有录到，太棒了，这第一次，真好吃。你运气很好哎，这里怎么说？我们今天算是天堂行程。对，今天真的，对啊，蛮开心的，对啊，就是一个踏青，有上山有下水。你有这样子住过人家的家里，然后就是以工换宿这样的经验？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以前有想过说，哎，要不要去澳洲？这次就稍微就满足了我一个小小的心愿，也就是让大家知道，就是其实做农是非常辛苦的，非常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嘞，那是够大哦！哦，这个你看，哇，照顾好了。啊，谢谢，到了要离别的时刻了啊！非常谢谢。你会有一种谢，舍不得的感觉，有一种哦，对啊，真的，我每次来的都是这样，我上次也是，大家太热情了。
对，嗯，很想要再多待几天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照顾，谢谢谢 谢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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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哎，祝你们年年丰收，季季丰收，天天丰收。啊哈，谢谢，真的非常谢谢你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。